足印，眼皮跳啊。注意眼皮跳，我看到那个海上，海上有一片，有一片不规则的岛，有一片不规则的岛，这个岛好像几个国家有争议在亚洲，应该不是叫争议，几个国家都盯着那一块，盯着那一块，都盯着那一块，盯着那一块，并应该知道那边会发生冲突啊。未来，现在大家都强忍着啊，然后先烈先，趁着云南到了那地方，在那地方，把他们控制住，到适当的是把他们控制住，如果要发生冲突的话，在冲突前把他们控制下来啊，避免发生战争啊。有些控制一个厚度的国家啊，那不过也是这个纸老虎啊，他知道定力兄啊，另外是西藏生死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